家好，我是 Amy，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瑞奇科技的无线级氧灯。它和一般的桌灯不同，浑身毫无牵绊，只要放上无线充电台就可以自由发光哦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带你认识氧灯底下这颗关键 IC RT1650 以及其无线供电相关技术哦。无线充电技术让我们使用科技及生活用品更加自由方便，也因不需电线插孔，相对减少漏电风险，在潮湿的地方尤其重要。目前除了广泛用在手机、车用、智慧手表等产品，也不断扩展到电动牙刷和刮胡刀等有防水需求的设备。无线供电技术是应用电生磁磁生电的原理，利用换流器改变电流，造成磁场改变，透过磁场的变化感应电流，之后依序在整流器生成直流电压，经转换器提供稳定的直流输出，产生稳定的负载供电。在这套系统中， RT1650 负责通讯及能量转换，是符合 WPC 旗认证的无线电源接收 IC。 WPC 旗的能量传递采用磁感应技术，具有较高能量传递效率和相容性，可应用于所有旗认证的充电板。在 RT1650 当中整合了同步整流器、低压差稳压器和精密的微控制器，最高可以提供 7.5 瓦的功率输出。除此之外，它也具有优异的整流效率和系统效率，分别可达 96% 和 80% 的水准。这些功能都由 RT1650 一手包办哦，除了降低成本外，也让系统面积减小，结构更加单纯。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实际表现。在系统效率上，当输入电压19伏、输出电压5伏时，系统效率在0到 1.5 安培之间都有 80% 左右的水准。实际使用也非常简单，器件中只要有连接 EVB 线圈及适合的接头，就可以开始顺利充电咯。大家喜欢吉阳灯和无线充电的自由吗？欢迎上立奇官方网站下载相关技术文件，或是透过我们的代理商取得 RT1650 EVB 哦。